快两点，其实在国内是快三点。然后今天先到酒店里，然后先睡一觉，然后明天开始工作，回去酒店里。宝宝被封印了，其实我很怕水的，但是想拍点好看的照片，假装在比赛。这朵就送给观众朋友们。Hello， 现在今天穿得非常辣妹，因为要去见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现在出门啦，真漂亮。头发跟妆容，还有这一身，都是按照自己心情来的搭配。那一会儿我要见的人是谁呢？也蛮知道的。等一下，来呀、啊！要！你刚不是在拍我吗？要！要！真的有人？欢迎来到曼谷。耶、yeah ！对，我今天要见的人就是他。大美女，我是大美女。是。超级美。好了，我们去玩了，跟你玩了，一会儿再跟你们拍，拜拜。在我们的撒尼导游，撒尼，看片。等会儿，哎，我要做大明星，就是要戴上帽子。哦，可以。没有，挺酷的，挺酷的。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在北京三里屯吗？啊。然后我们被拍了一个背影，说我是你对象。我跟你在一起了，真的笑死我了。要不我们公开吧？啊，可以。我们就在泰国吧，怎么样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了。这家，不行。现在闪妮要带我们吃一个这边的特色，叫什么？叫排火车排骨，火车排骨。所以怎么样？我们要公开我们的恋情了吗？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要排队是吗？要排队。哎，好了，来，我来。我们这两天就是只换了1000块，哦，然后我发现酒店点那个星巴克的时候，他们不让刷那个卡，只能付现金，哦，所以就没有玩嘛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说这个先帮我垫一下，然后哦，这里也只能收现金哎，可以啊，没事，我可以请你啊。那个可以请，可以报销啊，我可以报销，那可以。海鲜你们吃吗？都可以。要不要点他们点海鲜？可以啊。你就点好吃的就行，我们都好，我在同意。有撒尼在就是安全。昨天我们阿爸妈妈运气多好，脑癌奥数赢了，你别让脑运气来，真的是，在哪都有人。好，你欢迎听的。然后你们在吃饭吗？然后我在演戏啊。在干什么呀？今天愉快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，拜拜，晚安。